同学们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礼仪插花类型中的婚礼花艺设计后边的一部分内容。那么我们在上节课学习婚礼服饰花和花束的基础上，我们学习今天婚礼花艺中其他类型的插花。那么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婚礼花束中的花束个性化设计部分，以及婚礼花车还有婚礼现场的装饰这些形式的花的一些艺术特征。那么我们看啊，画面上的这个花童手执的花，还有新娘在白色婚纱衬托下手执的这种奔放浪漫飘逸的手执花，都有显著的特征和它十分个性化的特点。那么我们如何去创作这种与众不同的花束呢？又跟这个新娘的风格非常贴切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创作婚礼花束的基础上提升花束的设计，我们说让它与新人在婚礼现场中的一种气质和个性吻合的个性化婚礼花束设计。我们说女孩非常的丰富，她的个性千差万别，她的气质更是与众不同。当不同的女孩她在成为新娘的那一天为她设计的那一束手执花，我们说应该是刻意的去进行一种艺术设计，使她能充分尊重这个女孩自身的性格和个性，能最大限度的吻合和契合这个新娘她的气质和类型。那么这样的创作和设计就决定了婚礼花束不可能千篇一律，而应该是非常的与众不同。那么我们从哪入手去思考女孩手执的这束鲜花，她在婚礼现场中能够使她的个性和气质充分的得以表达和散发出来呢？那么这个页面展示给同学们的文字是经过好多轮教学的运行和总结，同学们自己总结出来的，我在这儿把它向同学们展示出来。同学们自己说，那么女孩的气质和个性大概应该分成以下这些类型和类别，或者可以用这样的美丽词汇去描述，比如在这个页面中出现的活泼小巧玲珑清新自然型的女孩，比如说唯美浪漫纯美型的女孩，冷艳高雅高贵型的女孩，典雅文雅淑女型的女孩，或者是非常清新自然具有田园风格的这样一个朴实型的女孩等等。那么用到这些词汇来描述女孩的性格，实际上是对女孩一种不同气质间的肯定和区分。也就是说，每个女孩都有她自身的个性和气质，这个气质把她带入一种人文美的环境中的时候，当她在婚礼中展示自己的气质和个性美的时候，我们对她的这种艺术设计也应该遵循她的风格。那么我们应该去创作一种跟女孩的个性和气质吻合和贴切的婚礼装饰品，那么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新娘捧花中。所以我们对新娘的捧花也可以非常吻合贴切的创作一些浪漫唯美型的、玲珑小巧型的、清新自然活泼型的、奔放热烈型的、唯美和委婉型的等等。那么我们看这样的创意虽然能跟女孩的个性贴切的吻合，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容不容易诞生呢？它的诞生需要你刻意用心的去设计，需要去提升你的艺术设计水平，但是这样的作品却也真的是琳琅满目，层出不穷。下一个页面就给同学们展示丰富多彩的、令你耳目一新的婚礼花束中的个性化设计产生的作品。同学们请看，这个画面是我们在课程接近尾声我奉献给同学们的，我认为是最精彩的一个画面。那么是因为这里边的作品特别的经典，也特别的精彩。我们看在这六款花束中，它的风格迥异，它的造型、它的色彩、它的用花，以至于它最后的艺术特点和风格，真的是风格迥异，千差万别。这就是适合不同气质和个性的新娘手执的鲜花。那么我们看，如果说左边的这个作品以它小巧的体量取胜，那么它就适合给那种乖巧、小巧、活泼、玲珑的女孩去作为婚礼的花束。那么
下边的这个作品以传统的中国结和红色来展示，那么这个新娘其实应该着的是旗袍，她应该呢是一种典雅淑女非常温婉的一种气质和个性，而她上面这个粉色的纱纸形成的这种装饰的婚礼花束，这个新娘其实应该穿的是晚礼装，那么她应该是非常高雅非常典雅非常高贵的一种气质类型的女孩，而右侧的这个黄色心形的花束就应该给那种天真浪漫不谙世事这样一种活泼类型的新娘和女孩来在婚礼中使用。最右侧的这个作品以白色和绿色两个色彩形成了向下飘垂奔放的这样一个造型的作品，就应该是给那种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清新有非常好的那种亲和力和田园风格的女孩来使用。最中间的这个作品真的是万众瞩目中，她在美轮美奂如梦如幻的这种白色婚纱的衬托下，这种洁白温婉的白色调使新娘的高贵浪漫唯美和她的纯情衬托的恰到好处，那么这个作品就写有了这样的风格，适合给这样类型的女孩去处理。那么对于这个画面上给大家展示的这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化设计，它其实在挖掘新娘个人的性格和气质的基础上，在材料的选择用色的处理以及造型的设计上都有了与众不同的设计，所以它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个性化设计，因此在婚礼现场十分受性格和气质感突出的新娘的喜好和欢迎。这是给同学们展示的有着强烈的个性化艺术设计特征的新娘捧花，我们为同学欣赏和解析到这。那么下边我们来介绍婚礼中使用的另外一个礼插花，婚礼花车。那么就是迎接新娘的这个车辆是用鲜花来摆放的，那么鲜花对于车辆的装饰主要限于五个部位，车头、车尾、车棚，还有呢车窗以及呢车框的五个部位，一般呢都是要用鲜花来装饰，而且呢它使用的是特定的花泥，有吸盘，这样呢在车行驶过程中不能够破坏和被摆随掉的这样的一些花泥来特殊的固定。那么我们看婚礼花车呢，从它诞生那天起到现在的发展，我们归纳总结了大致以下五个类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散点型的花车。散点型的花车在我们绪论中就已经为同学欣赏和展示过了，这个早期的花车是鲜花均匀的装饰和布置在花车的这个五个部位上，而集中型的花车就是呢它的鲜花又集中的装饰在车的最重要的车头和车尾部分。浪漫型花车在前两个的基础上，它为了吻合婚礼的浪漫唯美的气息，多以白色和粉色的纱饰形成那种氛围的烘托，形成浪漫朦胧温馨的这种氛围，所以被我们称为浪漫型花车。在浪漫型花车基础上又发展了这么两款作品，一个就是喜庆型的花车，主要用传统的红色和粉色这种鲜艳的色彩来衬托，还有豪华型的花车，那主要是以高档的花材插的高端大气，形成豪华华丽的装饰效果。下边这个页面通过作品的上下左右呼应设计，通过呢环绕在两个主体作品中枝条和叶片的联系，通过呢各种心形的造型和各种配饰，使这个花车在华美中不失浪漫不失温馨和艺术氛围，所以呢还被我们称为是兼具了浪漫型的婚礼花车。下面这个页面给同学们展示的花车都是用了红色黄色粉色这种传统的喜庆色彩，所以呢被我们称为是喜庆类型的花车，这种色彩使婚礼氛围非常的喜庆非常的热烈。下边这种奔放的红色，浓郁的红色，那么加上呢材料的高档，让我们说这两款花车可以呢接近于豪华型花车的设计，使这个婚礼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时我们欣赏完了婚礼的花车，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还有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婚宴现场它的鲜花装饰。那么婚宴现场鲜花的装饰包括呢婚宴宴厅的入口处，
还有呢宴厅内部的门厅设计，然后呢主桌的装饰，宴厅内部的一些柱子墙体的装饰，还有呢主婚人司仪讲台的等等布置，那么无一例外的要烘托婚礼的这种浪漫唯美和圣洁的气息，而且同时呢要有一定的个性，还应该呢很华美。我们来看一些作品，右面呢这就是婚礼现场用鲜花进行的铺摆和装饰，既有婚礼的这种白色，又有婚礼温馨的粉色，让我们一眼看过就知道这是婚礼的现场。那么下面这个图片给同学们展示的就是婚礼现场中门厅和入口处的装饰，以及呢主婚人司仪台的这个装饰。我们看它都用了一种彩虹门，然后呢在这个上边形成了这种以纱为底那种浪漫的氛围，然后呢衬托了各种高档的鲜花。这几款彩虹门上面都有呢百合的这个身影，富贵中又带着百年百合的美好祝福。下面这一款就是呢主婚人司仪台的这个处理，那么它沿袭了婚礼中常用的风格，以呢浪漫温馨的纱饰形成呢主体背景的设计，然后呢把高档的百合和安主花、红玫瑰等一一点缀和设计在中间，使这个司仪台既浪漫温馨又高端又喜庆。通过上边婚礼花束的个性化设计、花车的设计类型以及呢婚宴现场的设计，我们了解了婚宴设计中重要的几个设计类型，为以后婚礼现场的布置和设计奠定基础。这里边特别强调的就是在现代婚礼花艺中，对于新娘手执的那束花束，它的个性化设计已经成为现代婚礼花艺中的焦点和亮点设计，希望这一部分内容同学们广泛深入的去体会和领悟，谢谢同学们。